这是我们节目的全新板块第一发布，看看有哪些明星将会通过我们这个板块来发布他们的最新消息。第一发布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山。我明年度春天将会开拍一部电影，叫做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。第一发布，我在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胡斌。在接着下来的时间里面，就是我的电影要做后期，然后希望给自己放一个稍微长的假期，悠长假期。对，接下来就是休息了。也、yeah, 新年快乐！第一发布，大家好，我是袁亚薇。那我今年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在年底把我的专辑做完，然后2月份的话应该会发行我的个人专辑。